小凤去那了，这两个宝宝都是我在带。前天是赶集，豆豆也没回来，不知道在街上干嘛。我们正好要去街上，所以说嘛，去看一下，看能不能看到小豆豆。这小破豆儿，它是赶集，它都不知道回来。啊，哥哥，<笑>你看不叫我拿拿。 像这种闲着连基本上人都没有，那豆豆它有时候它就跑到这些店门口啊转来转去的，就是这样。先围着街道转两圈，试试看能不能看到小豆豆。视频是加快的，主街道已经走完了，准备掉个头。 找不到，我们停车先去买东西。豆豆，走回去，走走。哈哈，盘盘把它还起走。嗯。 关门，好好的乖乖坐起。那个是小鬼，每天都跑。他跑，关键是跑了，他要耍两天才回家。他又不是说上午去下午回来，他有时又隔两天隔一天才回来。刚才找他的时候没找到，然后我们停车。 然后人下来的街上走了一圈，他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跑过来了。小白，不要乱跑嘞！小苹果，小牛果。哎，乖乖，你的东西。还是小白他们乖，他们又不乱跑。 有的，哦哦，啊，去奶奶家了，哈哈，找小苹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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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苹果。